直接看吧，第一章。欢迎到 AI 你在画什么？Part 2，我是安度哟。好了，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 VTuber 界当红的一位人气美少女露洛洛。Hello， 我是露洛洛哟哟哟。哦，你也有一个就是撞声词的开场白。我学你的。哦，你学我的啊。我想说你那么巧。Yes， 哟吼吼。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了露洛洛而准备的。我们今天用 AI 运算了一些原神的图片。哦，对，因为我知道你对原神算是专精的嘛，对不对？没错，我从公测就在玩了。那么久以前了，那就算是一个资深玩家了。那想必你对原神的每个角色应该都有了解吧？非常的了解，我是全部角色都有。哇，还是花了不少钱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考一考你。我请我的同事用 AI 绘图运算的十个角色。而且呢是用了四个不同的风格。四个不同的风格是？对，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你现在就知道了。对，好，在这个换了风格之后的角色重新呈现的情况下，你能不能猜出它到底原图是什么角色呢？好，总共十题嘛，你如果猜对五题以上的话，结尾可以让你宣传一下你最近想要告诉我的观众的一些资讯。哦，可以在杜哥百万频道宣传，求之不得啊。你那个杜吓到我了，很有力啊。很大声吗？没有，很有力。杜哥啊，我觉得很棒。好，来，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好，来，宝可梦风，我是谁？这样，哎，没错，当原神角色变成宝可梦，你还认得出来吗？应该可以，应该可以。相信你，宝可梦，你对原神了解，但你对宝可梦不一定了解。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哟，请问，噔噔，他是谁？我没有看到你的画面啊！你没有看到画面。请问他是谁？哦，这个是我老公啊！我等下后面会出现很多个老公啊。钟离，钟离，哎，答对了。这很简单嘛，对不对？这是小字版的钟离吗？嗯，差不多。它的图案其实就是跟刚刚 AI 预算出来的差不多，因为背景颜色跟它服装基本上还蛮好辨认的。特征有出来，它的这个小辫子，还有它的西装，咖啡色的西装。对啊，只是脸变得比较呆一点。小字版，小智障。好，来第二个，请问他是谁？天哪，这一个，它上面有没有像那个拉布？伊布还是？啊，伊布，拉布是什么？这个感觉很像海贼王金鱼。这个角色感觉很像两个角色的合体耶，他的头发很像神里绫华在大招的时候丢扇子的动作，可是他头上有一只狐狸，然后又穿和服，所以我猜应该是八重神子的几率应该高一点。我跟你说，这里面只有一个角色，有时候 AI 运算它会运算错误，他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就是误判，但我可以提示你，这只有一个角色。我猜应该是八重神子吧。八重神子 ，OK， 我们公布答案。答案，这是神里绫华，对。我们的精英怎么在第二题就错了呢？因为他的衣服蛮像八重的那个衣服，是红色。因为我没有玩原神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两个的相似度到哪里。很像绫华跟八重神子的合体是不是，合成兽。准备好了吗？第三题啊！来，第三题。第三题。这是人吗？他是人，因为他变成宝可梦。天哪，是宝可梦风的呢。这个有提示吗？我跟你说，它里面就是一个女生，然后黄色头发。一个女生，女生长这样，她要哭了。确实，她捧着一束花，我只能提示到这样。捧着一束花，给你最后一个提示，她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哦，那我大概知道是谁了。晴。晴吗？确定的答案吗？对啊，而且名字只有一个字的耶。确定是晴。确定。对，公布答案，噔噔！天哪！那请问他是谁？他是女主角。玩家进入游戏前可以选
男角跟女角，他是女角。你居然连最常见的女主角都猜错了，哎、欸，这样的话我要卸下你那个。不得戏。确实啊，这真的差太多了。下一个风格了，赛博朋克风。赛博朋克风，好。2077有看过吧？有。差不多就长那样啊。我们来看第一个。请问他是谁、嗯？他是谁？赛博朋克风的原神角色，他身上也是会有这种蓝色、绿色的。那些刺青是 AI 会就是加上去的，但是他的这个配色上面，我目前看原图是蓝色、白色。然后是女生嘛、啊？对，然后金头发，应该就是晴了吧？我们公布答案，没错，你答对了，终于。他就是情，他蛮酷的，就是你看，他明明就有点正面，他把它变成侧面，然后变成枪这样子，还加了刺青。对啊，很酷的。然后眼睛我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好，我们下一个，请问他是谁？这个虽然他被画成了女生，但是他应该是男的吧？从前面几张这样下来，大概可以猜到他运算的逻辑了。他的名字是，猜他一定是萧。萧，萧是男的、哦。没错。那我们公布答案。没错，他就是萧。他像女的吗？我觉得我第一眼看我会以为他是女生呢、欸。你看他胸部这么平。你不要把男生都想的好像第一眼都会看到脸好不好？我先当先看脸啊，对不对？脸啊，发型啊，然后清清秀秀的，然后才往下。OK， 我觉得他是男生哦。他有很多女粉丝，只是他身高比较矮。你对你来说几公分算矮？男生165以下吧。哇，那你标准其实蛮低的，最好170以上吧。你算是一个接受度很高的一个人哎、欸，很棒哎、欸。你知道现在多少女生都是要175以上。我们这种刚好170的，就是在想哭，你知道吗？对，像我老婆，就是她以前放天灯的时候，她就写那个送给月老的愿望这样子。他们就写了一些她的想法，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希望未来的老公身高有180。对，他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但是我是无意中在照片里面看到的，他写的天灯，你知道吗？到现在这件事情我还在为他生气。没事，幸福最重要。对啊，要求165，觉得很棒，而且你应该就是属于娇小可爱的那种类型。差不多，我也是164左右。164很高、欸，还行啦。巨人呢、欸？你对男生来讲，你已经算是高挑女生了。来，我们的下一张，哎、欸，这个有想法吗？我也抓到逻辑了，所以这个应该是飞蟹儿。来公布答案，正确答案就是飞蟹儿，没有错。酷哎、欸，没有错，抓到了，抓到他的方向了。他把他的那个刘海往上梳，你还可以认出来，我觉得你算蛮强的。他把他的手变成那一根，那个是什么东西？就是改造的手啊，变成一个很像糖棒的霓虹灯。他两只手都不太正常，但是他手另外一个变断掉吗？有点像接上去的感觉。他把连把背景的图案都一起运算进去了，变成他的装备一部分。赛博朋克风，恭喜你全过！耶、yeah ！接下来要难哦。接下来什么风格？抽象派。抽象。派听起来就很抽，你知道吗？看不懂的东西，我们都会说叫抽象嘛。我们直接看吧，第一张，这就是抽象派主义，很抽象。但是我看过这张图，所以我应该我看过这样的原图。这一根东西从这个胸口里面爆发出来，强烈的能量，哎，这个就是雷电将军。没错，恭喜你答对了，雷雷将军。耶、yeah! ，这个就是奶香的一刀最经典的画面。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棒，玩着玩着，我突然想去玩原神了，你知道吗？很棒，雷雷将军通过了，想到那么复杂，它变得很像日本那个武士会的风格。嗯，有一点。然后我们下一张直接变真人版了，厉不厉害？哇，天哪！他一个真人藏在那个。这很像是那种就是很劣质的 P 图哎、欸，我没有办法相信 AI 可以把一幅画里面放出一个真人图片在里面。你的黄光呢，像是点点的天真的消灯，手上那个就是月亮，所以这个象征这么中国文化气息的，这里就是璃月的甘雨。璃月的甘雨是他全名哦。璃月是一个国家，它是这个、oh. 国家的。你这样讲起来，我都没有名字的。没关系，因为你没有玩。对啊，好，我们公布答案，答案就是甘雨，没错。你算是讲得很细致耶，像天灯一样的地方，还有月亮，它还有它的黑色史莱姆，也是大家会特别注意的特征。
那些形容词都让我很震惊，你知道吗？在一个这是跟网友取的，不是我。对于一个原神的圈外人，我觉得感到非常的震惊。黑色史莱姆，赞。抽象派最后一张哦，那么好猜啊！我觉得这好像也有点好猜，因为我看原图好像左边那个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左边那个。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我觉得好像可以挂在画上的那一种。真的吗？这个幽灵很明显，这就是胡桃，没有错啦。左边那个没有变。我同时应该把它涂黑了，你知道吗？很棒哎！你现在只有第一关破两题，后面都全对耶。那。最后一个了，它风格很特别，它是吉普力风格。哦，哇哦，吉普力。对，你有看吉普力的卡通吧？有啊，就是宫崎骏那一种的。没错，大家应该都是看他长大的。但我觉得我同事这张图没有运算的很好，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看那个缩图，我乍一看啊，完全没有太大的改变。对，我相信你应该很快就看出来了。来，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一张图。哦，真题。然后直接好不好？什么送分题？最后一张就是谁呢？有耳朵的，然后呢，粉红色的头发的迪奥娜。确定是迪奥娜吗？应该是吧，又是萝莉。嗯，你只要跟我说你确定还是不确定。好，我确定。你确定？不改了。嗯，公布答案，迪奥娜没错。耶、yeah。其实这样看，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差多少。其实他的手为什么会手指为什么要变成纸前面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是比赛还是他是食指往上，你知道吗？然后他另外一只手不见了。这是吉普力的话，那你我觉得你要猜一下吉普力的哪一个卡通啊？可以选择某一个卡通的风格、哦？可以啊，可以啊，你猜。动物的话只有魔法公主啊，魔法公主里面有狼啊，还有很多动物。我也是猜魔法公主哎、欸。结果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只是好奇猜一下，我也不知道他答案是什么，我要问一下我同事。对啊，他确实有点魔法公主的感觉。那恭喜我们的洛洛答对了八题。Yeah！ 一开始我怀疑你是错的，果然你还是真的是原神的专精。这不只要原神专精，还要有一些丰富的想象力。今天可以封你为原神小博士。陆洛洛，谢谢。那洛洛最近呢有一些新的规划，听他分享一下。就是呢，洛洛我今年就要出道4周年了，今年想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大家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样子，目前这个样子是2D 的，那预计在今年的7月8月会做一个全新的 3D 大升级。哦，然后关于这个新的 3D 大升级是需要很多资金还有很多时间跟人力来筹备的，我们就在最近发出了一个超绝升级计划的募资活动。Oh。 那目前现在已经超过150万了，恭喜！耶！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些时间，我们预计会在3月底结束，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多多支持洛洛的超绝升级计划。那虽然募资会需要募集大家很多的资金，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到网页里面看会发现有很多的专案，像是有洛洛特制的卤肉包，可以在家直接微波或是隔水加热，然后加到白饭上面就可以有一个宵夜可以吃。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特制的限量的悠游卡，那个也是旭哥帮大家制作的，还有很多像特制帽子，还有水壶，很多的周边限量的角色卡可以收集，这些都是今年会在这个募资计划完成后全部都推出来回馈给大家。有赞助的话就可以拿到洛洛的限定周边，而且这些周边都是绝版，后面以后都不会再生产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间。那有赞助的话，到时候那个名字啊或是大家想要露出的昵称都会出现在马登的感谢名单中，所以欢迎大家来支持洛洛这个V 身里面最重要的 V 身大事，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杜哥，谢谢洛洛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这个 AI 绘图的原神挑战，也恭喜你答对了八题，然后大家就是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陆洛洛，喜欢 VTuber 的朋友们都可以追踪一下他，虽然说喜欢 VTuber 的朋友们应该早就知道陆洛洛了。OK， 那我们今天拜拜，就这么突然。